伙伴们，高屏区今年代表台湾总会在菲律宾参加节目竞赛，荣获亚太地区第三名，这是台湾同济会至高无上的荣誉。为了庆祝100周年，高屏区女同济神采飞扬，献贺礼，舞动美姿，跳跃青春，呈现一片祥和，充分发挥责任感、使命感与荣誉感，共同迈向成功大道。亏哪幸亏，欧爹主人来，利哪精彩，天主佑安排。现在请大家一起欣赏同济佳丽神采飞扬，掌声鼓励。